澎湖是一个真水的所在哈，啊，澎湖是世界最美丽的海湾哈，啊，澎湖也是亚洲啊新兴旅游城市啊受奖的啊，在今年哈，澎湖有回美的海鲜，有善良的乡亲，有第一流的治安，啊，有风光水色，世界最有名的咸武园啊，所以澎湖呢啊非常好，欢迎多来旅游，来澎湖旅游，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。现在澎湖啊，虽然去年复兴航空有一点点出了一些状况啊，有一个飞机失事，但是呢，现在很多观光都回流了，都回流了，欢迎大家来，欢迎大家。现在那个交通状况怎么样？如果不然不好买票啊。现在还有客轮啊，客船，还有啊飞机，现在都加班，非常非常方便，非常方便。不会说买不到票啊，没有问题，没有，欢迎来，欢迎来。谢谢。